咱们的知音。对，知音不在多，一位胜似百位。嗯，演员上台卖力气，是让大家开开心心，比什么都强。对，刚才二位说的也非常的好啊啊，一个叫尚小菊花，尚小菊，一个名字说的跟动词似的，骚骚啊，这个 sorry 是够骚的，尚小菊啊，没有花啊，非常的好。啊，这是一个很猥琐、很微缩的一个小演员，啊，个子可能啊，薛微的矮了一点儿，啊，跟您比不是薛微吧？也就到我膝盖啊。这个东西呢，啊，但是到这个东西，这个小演员不是东西，不是东西，嗨，是东西吗？是，我可以玩，啊，就说相声是这样。是个人，哎，是个人啊，他长得挺像个人的啊，确实非常的好。哎，不是人。尚小菊的老恩师是谁呀？谁呀？是这个唱《古文之歌》，嗯，大伙儿都了解了吧？对，哎，那个贱人，尤其他的连说带读就没好人了，这是不是？相当那个贱人，那个表演风格很便宜的演员，那是风格。哎，叫岳不群啊，岳不群还少点什么？哎，没有，又不是比较高啊？谁呀？岳云鹏。岳云鹏啊，也是岳云鹏是谁？河南人的骄傲，人家培养出来了很多好的徒弟啊。岳云鹏培养的那个这个七队的啊，叫刘小定啊，还有尚小菊花，离不开那俩地方。哎，刘小平哦。尚小菊，哦，对对，说了没有花儿，没有花儿，对，都是越大屁股的那个。所以说他们的越大屁股就有花儿了，没有花，没有花儿。总而言之吧，人家一个门下来的啊，非常的好。是，您也很优秀。我呀，哎呦，没有啊。您怎么称呼？嗯，不认识吗？别不认识，咱互相了解的。金霄琴，哎呦，大明星了。谁呀？秦霄贤，尤其现在啊，很少在小园子能够看到他的身影。是啊，是，基本上都是综艺啊。您等会儿还跑男呢？您这耳朵是辣瞎了是吧？什么辣瞎？金霄琴哦，秦霄贤，还是没听见。金霄琴，琴在头后边啊，琴在你后边啊。金霄琴在我后边啊，没有。金霄琴啊，人家前面已经出来一次了。对，为什么第二次出台呢？啊，我不出台，我这第二次上台。为什么要第二次表演呢？啊，您说说呀。啊，因为你缺钱呀。都是穷闹的。哎，金霄琴老师啊，人家非常的好啊，而且人家以前啊，确实啊，出过大名。是吗？对，以前拍过那个电影啊，啊，动画呀，还拍动画。哎，大伙儿上眼瞧瞧，看他长得像不像那个胖虎？是，好歹说一遍。对，他是那个拍那个哆啦 A 片拍的那个那个胖虎，尤其在日本。算了，我这哆啦 A 梦，哆啦 A 梦啊，哆啦 A 梦，我也没拍过那个。哆啦 A 梦里边啊，人家演胖虎，非常的好。那是我演的，不是你演的。那动画片那都是画，乔装打扮的，没有那么打扮的。没有没有，压根儿道儿都。肖子科里边人家也算是比较优秀的演员。您这是捧了，真是不错。而且人家形体方面呀，人家比较有特点。我这还有形体呢。相对来说，比我们这些个的动哏的演员呢，可能薛微的有点膨胀。别用这词儿，有点胖，就有点胖了。但是人家现在最近也是在做运动啊，啊，健身啊，啊，节食啊，为了健康。哎，他也经常的节食，是他的节食也不大啊，也就他这个节食啊，我不是节食，我结块砖在里边吗？节食，节食不吃饭。哎，对了，对了，节食不吃饭。对，人家现在一点一点的瘦身啊，对吧？人家现在决定要切胃了。哇，做手术了得！哎，切完半拉胃啊，能够少吃东西，对，然后呢，瘦溜一点，慢慢就瘦了，也是为了观众让人看着好看。哎，对，确实人家也算是为艺术献身了。啊，就您这么说也行，非常了不起啊！而且现在啊，德云社呀，大伙儿也都爱看。是郭德纲先生培养的这些个，包括云鹤九霄啊，啊，臭不要脸，就这些个字儿啊，这后边这四个字老得换。云鹤九霄，龙腾四海呀、啊！哎，对了，你看他们每人中间都有这些个脏字儿啊，为什么脏字哪儿脏了？我们就是这个臭不要脸。啊，
还臭不要脸，银鹤九霄，龙腾四海。哎，对了，龙腾四海。啊，那人一说这个，一上来就主持人一介绍谢金。啊，哎，您看我的名字怎么就中间就这么干净呢？那您说说为什么您就这么干净呢？这大伙儿可能不了解啊，因为我跟他们不是同一个师傅。哎，对了，我的老恩师呢是北京的相声名家，嗯，王世臣先生。哇，可能老家有一个人认识他，那都过去的老前辈，对，都是老字辈啊。像他那个秦霄琴啊，啊，我们前面那个还有谁呀、啊？贺子哥子有吗？贺贺宝啊，不是，今儿没来，今儿没来。对。张鹤文来，对，张鹤文呢，他们都是郭德纲门下的弟子。他们那个郭德纲门，这个下的弟子，这个下弟子真废纸吧？这个，你废的更多啊！郭德纲门下的，郭德纲的徒弟哦，对，郭门，郭门弟子啊，对对对，又骚了啊，您老也骚了，但是郭德纲没有肛门啊，所以说呀。郭德纲是貔貅去，没有肛门像。哎，对了，你看郭德纲原名叫郭貔貅，谁呀、啊？对，因为他儿子叫郭麒麟呢、啊。这还有联系呢，是吧？不像皇家的神兽。哎，好，不是那么回事，没有这么回事啊。反正郭德纲培养的他们呢，人家现在呀、啊，确实。现在这个也开了很多的分社了啊，马上上海那边啊又要选址了啊，对吧？要定址了，又开始在上海骗钱挣钱了。您上海老说实话，是不是啊？是是是，确实非常的很优秀。嗯，我们啊，因为什么呢？我的辈分呢，大伙可能不了解啊，我比他们都大很多倍。对。大到什么程度呢？什么程度、啊、我说一个事情大伙儿就可能了解啊。您说前些日子啊，我给上小菊生了个爷爷。这倒是实话呀、啊、是不是实话、啊、对对对对吧啊。但是我们呢，这个德云社呢是一个很和睦和谐的一个大家庭。和谐都特别的好，真的。您要不咬牙到时候只要信了，我怕我这假牙背不上。不至于的啊，确实是关系好，关系好，而且郭德纲先生他收的徒弟呢，头一个条件什么的啊，人品得好。哎，主要看人。对了，因为这以前有前车之鉴、啊，所以说后来呢，您的要求啊，必须哎，这个人品得好。哎，首先第一，尊师重道啊，这点最重要，对吧？哎，对呀。其次呢，孝顺父母。哎，我跟您说啊，怎么着？不孝顺父母的人啊。可千万不能救，哎，别搭理他。对了、嗯，尤其是这些个不孝顺父母的人，哎，大家千万不要救啊！不光是救朋友，哎哎，就这个不孝顺，是是是，往那儿指，往那儿指，你往我这儿指什么呀？没有，不孝顺父母，别往我这儿指。干什么呀？不是干什么呀？你嚷去。您这说不孝顺往我这指，大伙儿都误会了。我特别孝顺父母，你后台问问去，没有比我更孝顺。我最孝顺，不爱说这个了。你还孝顺父母？我怎么不孝顺父母了？你让大伙儿评评，你跟我这么喊，你孝顺父母？哎呦我去！你该枪毙五分钟，知道吗？我怎么？我不是跟150个大逼斗。这词儿您也知道啊？不是，没跟您闹，我确实孝顺父母。孝顺这么说，我怀疑。孝顺父母那是应当应分的。是，有过去啊，有这么一种人是什么呢？嗯，活着不孝，死了孝。那死了还怎么孝？父母老家啊，在的时候 啊，净惹他生气，也惹他着急的。啊，父母老家一没了。显他能耐了，哦，大办白事啊，请这和尚念经啊，啊，你说说这花这么多钱，费那么多事儿，有什么用？啊，那都是给别人看。人死如灯灭，对，气化清风，肉化泥，没有了。你说你花这么多钱，费这么多事儿啊，实际上那个死人他什么也不知道。是，你说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我这就死了是吗？我知道不知道，没用。就是说呀，你花钱请这和尚念经啊，哎呦，有的那个有钱人
请这个四逢经僧道翻泥，四逢经念七七四十九天。哎呦，死人往那儿一停啊，上来老道先念，老道说，哎，手里拿着这个引魂的幡啊，哦，引魂幡一念啊，啊，这味儿，哎，够奔东方，蓬莱世界呀，啊，往东边去。死人一听，哎，这东边不错呀，蓬莱世界，蓬莱仙岛啊，对对对，那是度假的好地方啊，这好度假去了，对了，咱上东边去吧，啊，去吧。看那意思，死一皮皮虾呀，什么模样人呢？皮皮虾，废话。这死人刚往东边走啊，这时候和尚就念起来了，好，僧人拿这个拘魂铃啊。哎，够奔西天极乐世界呀！啊，这个让上西天。哎，死人，你听，咕噜噜，西边不错呀，对呀，极乐世界呀，都让上西天了。哎，你听，带一个乐字，感觉就心情那么澎湃呀，啊，就好玩了。对，上西边去啊，有。哎我都害怕看着死人往西边去啊，往西边去，死人刚去西边啊，这时候尼姑又念上了啊，他们还有哎，南方世界，南方，哎呦，南方世界不错呀，啊，南边也好，南方观世音菩萨呀，对了，他在南边，对吧，人家肯定，啊，咱到那儿肯定得照着咱呢，哦，这保佑你，哎，去南边不，啊，往南边去，咱去那这座还怎么样，刚一去南边啊，这时候呢，这时候喇嘛又念上了啊，还有他们呢，哎，这里这里不是这里这里这里北方世界，好，哦，又往北边去了，人心话，我他妈到底去哪儿，给他都唱晕了，是我这是绕环岛里了，是怎么的，环岛，啊，你说这跑这拜四方来了，我要是死人我得吐的时候，对呀，啊，你还晕车呢，是不是，嗯，就是，所以说呢，你这个都是封建迷信啊，都是假的，您说过去有钱人啊，您可以请这四逢经僧道翻译，是，你说家里你要没有钱怎么办呀，啊，条件不好怎么办，哎，照样能请，条件不好还能请，请什么呀，什么呀，师傅经，什么叫师傅经啊，过去 啊白天有自己的事哦，干什么的都有，上班打把式卖艺的，说书的，唱戏的，点物的，拔牙的，相面的，算卦的，卖小吃的，卖金鱼的，蹬三轮的，卖花盆的，说相声，唱大鼓的，唱单弦的，哇，哎，什么都有，啊，这些人白天有自己的工作啊，晚上人家念经，这些人晚上都去念经，哎，不包括厨房的大师傅，为什么叫师傅经啊，哎，提起这师傅经 啊哎，过去啊，咱实话实说，后台有这么一位，哎呦，谁一提大伙都知道啊，哪位，郭德纲啊，他知道，郭德纲的爸爸就是和尚，过去啊，您等会儿，那时候在天津，哎，郭德纲他爸爸是和尚，对，那郭德纲是怎么来的呀，啊，你郭德纲怎么来的，你问我也不行啊，虽然说我辈分能生他，但是我这岁数没人能，不是问您说这和尚他怎么能有孩子呢，郭德纲他爸爸不是正经的和尚，花和尚，花正经的花流氓啊，到底是流氓还是什么，白天呀，啊，人家郭德纲他爸是卖水产的，这高峰是一个细臂啊，郭德纲的爸爸高峰是，对，白天啊卖水产啊，晚上谁家有什么红白喜寿事啊啊，哎，他传一帮人过去给人家念经啊，他干这事儿，而且这个郭德纲他爸这老鱼头 啊他这个你等会儿，您给鱼头报仇来着，这是郭德纲的爸爸不能姓鱼啊，老谢头啊，更不像话，郭德纲给你啊，给我吧，我不要，老姓头也不行，姓郭，郭德纲没要啊，不能，说这老郭头啊，他在里边还是个头部，他领头，他是个大帽，什
什么叫大帽？哎，穿的衣服坐的位置都不一样啊。一般的情况下，四张八星桌子摆成一条，嗯，两边的小和尚都坐满了。哇、哦，这郭德纲他爸坐哪儿啊？坐哪儿？坐在正当中。Siri， 哎，对对对，他爸是 Siri 啊 ，Siri 啊，改电脑了，他爸是 Siri，Siri 啊，这没正中间吗？对，他爸是 Siri 啊，对，同一个墙壁就他爸，好嘛 ，Siri 啊，你包括穿的那衣服跟一般的和尚也不一样。穿什么呀？一般的穿个僧袍啊，戴个僧帽啊，都那样就完事儿了啊。郭德纲他爸不是的，穿什么？穿着僧袍啊，外边披着偏衫。还有偏衫就是袈裟，哇，不错的那个袈裟，一格一格的。哎，脑袋上戴什么五佛冠？还有帽子，帽子上有五个小佛爷。哎呦，这些家伙事儿 啊，郭德纲他爸都没有，都没有，你别说他了，没有怎么办呢？这得想办法啊，找德云华佛。那会儿就有德云华佛了。德云华佛不办这个白事，也没准也办。就说呀，说过去的怎么办呢？没有这些家伙事怎么办呢？郭德纲他爸有主意啊。什么主意？打家里把郭德纲上台穿那个大褂拿了啊，拿那个代替，领口一改，袖口一加肥啊。哎，你看看里边有了，衣服有了啊，这就行了。对了，但是没有这偏衫，这袈裟怎么办？红色的袈裟呀啊，打家里把那个郭德纲啊结婚用的那个红背面拿过来，这能一样吗？哎，拿过来往身上这么一盖啊，一照镜子是不行。对啊，后背还写四个字，写的是百年好合。哎，这是和尚用的词儿吗？是吧？这准是花和尚，不行，赶紧翻过来吧。啊，哎，红的搁在外边啊，这不就行了吗？字儿藏里边了。再一想，没有这帽子啊，五佛冠呢？没有五佛冠啊。那天呀，去这个马路边上撸串去啊，正在那儿吃的还挺好，吃的差不多，正好旁边有一家啊，这过生日。过生日，人家买的生日蛋糕啊，啊，里边赠一个小生日帽，啊，就折的那个。哎，对了，人家吃完以后散伙，人走人了啊。郭德纲他爸一看，哎呀哈，这行啊，有这帽子就行了，拿这个代替，拿这当那五佛冠呢。啊，倒是挺像，这像的，一看他没有那五个佛爷，那上边没有人脸，想办法吧。啊，旁边这超市啊，啊，买了一副扑克牌。扑克牌干嘛？哎，把这勾嘎了 K 呀，就贴着这个。顶着扑克牌出去。对，小德州。什么小德州？瞬间活佛呀！没听说过。咱中华一般都带着帽。去吧，嗯，到人本家那儿，人家念完以后，人家了不起。但是那天去的时候，还多少有点小挫折，小瑕疵。哎，晚上啊，准备惦着去了啊，算来算去差一个人，人不够，人不够怎么办？那我这也算肥学呀，这按你这算商演呀，这算商演呀，算三小了，啊，好嘛。三小专场了，这怎么办呢？咱必须得凑足了，咱得上去啊，得去挣钱去。郭德纲他爸想起来郭德纲了，啊，想起儿子来，凑个人数呗。啊，行，可以。他们家都是天津人啊。郭德纲也进屋问这个郭德纲他爸，问你郭德纲啊，哎，杠子，杠子，啊，你有事儿吗？妈，我没事儿，没事儿，跟我走，跟你干嘛去？干嘛去？跟我念经去。念经，念经我会吗？你不会，我你妈会吗？都不会的王念，你到那儿跟我瞎哼哼，不就完了吗？好，爸爸念经没有和尚带儿子去的呀？和尚哪有儿子？要不说你妈缺心眼儿。到那儿你以后，哎，你别管我再叫爸爸了啊，管我叫师傅，听见了吗？叫师傅。这就改了。哎。你说这商量挺好，到人本家一念还挺热闹的，是吗？今天您有事吗？我没事儿啊。太好了，你来这死人啊！我来死人不像话，你来死鬼啊！派派个别的活儿，我不让你死鬼啊！那这么着，您看见谁了？这是，咱给大伙配合配合啊！怎么配合？那个我呀，来这个福的那念经，哦，你来这个富的啊，我来。哎，对了，您也双手合十，闭着眼睛，我也这样。您就重复我这一段的最后一句就行了。啊，重复您唱这话，行不行？我试试。咱来这《诗经》，哎，您学一下。上来先念几句梵文啊，还有梵文。
这是有干扰，这是。扫扫扫。这干扰来的还挺远的，哪儿什么词儿都出来。到长城去，镇起疆场，寨主前程，上相设拜，看下海中去呀。分毫，世人不怕你多年往在世上走，也道是功德来说明相待，明朝心朝心望灵来不会人的上面太与心照请啊哎头一天来到了鬼呀嘛鬼门关呐、鬼呀嘛鬼门关呐、死去的那个亡魂呐、两眼嘛泪不干呐、两眼嘛泪不干呐、佛佛耶如来耶嘛咪嘛咪嘛咪哄哎。第二天来到饿呀嘛饿狗村呐、饿呀嘛饿狗村呐、许多的那个饿狗啊活活的吓死人呐、活活的吓死人呐、我佛耶如来耶嘛咪嘛咪嘛咪哄哎。第三天来到望呀嘛望乡台，我真的害怕。